大家好，我是麦。我们这一集要玩的是 PTCG Pocket 啊。那正常来说，它应该是10月31号才会上市，但是它在纽西兰抢先上市啦。所以它这边写抢先上线，而且它这个资料是会直接带到正式版本的，所以你如果可以先玩的话，会有蛮大的优势。那像我自己是 iOS 的话，就是你的 App Store 要转到纽西兰去，然后你开游戏的时候也必须开 VPN。不过你进游戏之后 ，VPN 就可以关掉了。那这游戏玩起来是蛮佛心的啊，像我目前是只氪月卡就拿了200多张卡了、啊。那目前的卡包就上面这三包啦，喷火龙、超梦跟皮卡丘的。它唯一有差的应该就主要的卡啦，像如果你要火焰鸟 EX、喷火龙 EX 的话，就必须抽喷火龙这一包。那如果你要超梦 EX， 就要抽超梦这一包啊。那它的抽卡机制呢，就是用消耗时间的啊。像我现在要抽这一包，就要等8个半小时。当然也是可以用开包力啦，就是这个沙漏9个也是可以直接开。那你如果沙漏不够的话呢，就可以用这个金块啊。金块就是你氪金就可以拿到金块，不过它有部分任务可以让你拿到金块就是了。那这德卡挑战呢，就是别人抽的卡包，你可以选一包去挑战。比如说我想要哈克龙这一包，哈克龙阿伯怪这一包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。那这包只要挑战力1啊，它如果牌越好的话，挑战力就会越高。然后就是5张翻过来，让你选一张，选到那张就是你的。来看能不能来个哈克龙。OK， 瓦斯丹。那虽然它是说是收藏为主、对战为辅的一个游戏啦，不过有一些任务还是需要你去打对战，所以还是得打对战才可以更快的拿到卡包啦。当然你也可以只靠时间去慢慢累积，也是 OK 的。该讲的大概就这样啦，那这部影片的后面会放我直播的一些片段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直接开18欸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这么过瘾哦！飞天螳螂。灭代火蜥，哎呦，板木老大，这个回合自己的宝可梦使用招式对对手的宝可梦造成加10的伤害，还不错哎。鬼师，钻角吸兽，角钻，角钻怎么才100威力？比比鸟，阿杰，哦，臭臭泥跟双蛋瓦斯，哦，这个直接拉回手上的。中毒是怎样啊？中毒可以干嘛？每回合减10哦。超梦，哦，超梦有2招可以用就对了。用一次精神冲锋要丢2个能量呢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强哎、欸，造成自己被动宝可梦的数量，所以如果3只的话就是90伤害呢。哎呦，怎么有双蛋瓦斯？超级吸取可以吸血、啊，有刚才超梦是2个，哎、欸，耿鬼，哇，对手不能使出支援者卡，这么狠哦、喔，他血要170耶、欸，对手不能用支援者卡，这么硬哦、喔。不错哎、欸，其实这游戏很送很多哎、欸，屌抽10包，哇，佛心公司哎、欸，现在还没有排位赛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有啦，风速狗来了，风速狗感觉要先放后面了。小火马上去顶吧，哇、哦啊，这个怎么有卡面？怎么有一个那个伊布的、欸？感觉明天可以来氪金呢、欸，还是待会要氪一下，好像要开抽了哎、欸。
哦，那是领域展开是不是？场地卡。他有大木博士。啊，我这小火马有需要给他能量吗？还是我专心养风速罗就好了？有没有人就是直接上去送的？哎呀，猎马来了，那好像可以打哎、欸，好像要打哎、欸。还是猎马顶着就好了。好了，算了，养风速够好了，猎马送给他。因为他打我很痒，他只要不能进化的话，打我就是死敌而已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有人进化啦？哎、欸，他这个是掷硬币的呢。哇哩嘞！他只要甩到两次正面，我风速狗头裂开来。好了，先打一下好了，至少人还可以撤退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他只要两个能量就可以了、啊，为什么啊？他换上来啦。嗯？哎、欸，怎么知道正面了？哎、欸，没有了，还没指是不是？反面。漂亮啊！哎呦，可以耶，不错哦，这个值得好哎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好像还不用换呢，感觉可以先打一点伤害啊。他这个危险咯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哦，风速狗伤害可高的咧。哎、欸、又到了掷硬币的时间。反面。什么东西啊哪样呢，这样正常吗？那你要美人呢？等一下，他打不死我吧？他这边的投降 ，OK， 有人投降了，撕了两次都反面。